主料：高筋面粉300克，辅料：黄油30克，盐3克，糖30克，鸡蛋1个，酵母3克，牛奶100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除黄油外，所有材料都放入面包机，按自动和面，加入融化的黄油，按第二次和面。面和好后，把面团搓成水滴状，摊炒卷成，放烤盘上发酵30分钟。有四个刷了些烤肉酱试试，味道一般。入烤箱180度25至30分钟，出炉咬一口很香，也可以加上火腿肠吃紧紧。烹饪技巧：面包可以直接吃或加火腿肠，还可以加奶油或冰淇淋。仅仅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